所以说我们把健身房放在了我们住宅楼的这个隔壁。对，那我们这个这栋楼的话一共有三层楼，那一层楼的话主要是以商铺为主，大概有十多个商铺嘛，像711，然后洗衣店，然后以及那个租赁公司，还有理发店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瑜伽会所，都在我们的 B 楼。那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超级大超级豪华的这个健身房。对，那等等的话我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三楼，三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泳池跟空中花园。那接下来我们环绕一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健身房哦。喜欢运动的朋友，如果有一个这么大又在家不利的这样子的免费健身房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呢？不用我说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，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运动的，像我早上的话都会在这边跑跑步啊，然后练练举重啊，保持一下你的身材，我觉得女生身材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那同时在健身房的话，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帅哥和美女哦。对，你看这边就有很多帅哥美女都已经上来，你看应该是来练瑜伽，然后接下来这边跑跑步的。对，那我接下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三楼的游泳池 ，Let's go。在这边就是我们三楼的超级大的豪华泳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们喜不喜欢游泳？在芭提雅的话，不仅有海边，每个公寓这边的话还会有超级大的游泳池。你看那边就有很多外国朋友在那边游泳了。你们会游泳吗？嗯，我只会蛙泳。我现在看到这么漂亮的泳池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跳进去游泳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前面的话就是我们住宅楼的主体呢。我们的泳池跟住宅楼是分开的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住宅楼也非常的漂亮，对，可以看一下泳池哦。哇，现在芭提雅这个季节，海风徐来，真的好凉快，好舒服哦。那我们现在去我们的隔壁的那个旁边看一下，那边有一个户外的。还有一个儿童会所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现在我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儿童会所了，你看这边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草坪，我觉得我们的项目真的很贴心，开发商真的非常的贴心，他不单单给我们做了泳池健身房，然后还考虑到很多小朋友，然后还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户外花园，然后你看这边还有好多小朋友可以玩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，很可爱吧。我小的时候可喜欢玩了，你看一下。对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海盗船，是不是很酷？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很喜欢这边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蓝天，然后现在的夕阳也很美哦。对，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快过来，我们现场一定要来看看哦。我会在这边跟大家不见不散。